不行，我觉得我开台自言自语会被你们听到，完蛋了。啊，算了。现在抢一台车啊！你要走回去？好啊，不然我们走的啊。抢一台车吗？我上次都抢不到。走回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啊？分钟车。我倒是没走过。我有走过，我常走路欸。我上次走了4公里的路回去吧。当运动啊？对啊。还是你啊，我可以抢车啊。我上次抢不到欸。我抢一下，我抢看看。我看他，我是没有抢过啦，我是看他们都是上去坐好，然后下来，然后踢一脚就跑了。小心！啊！你不可以肇事哦。哇哇哇！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上去，坐上去吗？你怎么被拽走啊？哇！我差点被买掉。你要坐这台哦？救命！等一下，你要去哪里了？喂，我先急救他，你等一下哦。这是白痴。他们怎么都把我带走？我先帮你过来，你过来，我先帮你包扎，你过来，你是不是快？还好，稍微。奈安呢？奈安呢？我是都直接踹他们啦。哦，那你试试看啊！哎呦，哇，你有看到哦？有啊，最近我们白天就是这样子，事情很多，然后车子一直爆炸。我怎么涨薪水啦？你升职了？没有啊，看两台一样的车你不是说你这样有用？我没跟他借到，等一下，来帮他绑鞋带啦！我没有偷看啊。那有一台，他到底要不要过来啊？你不要弄！我忘了，我不是枪。哇！我遇到的都会跟我打架欸。那你有打赢吗？有啊。哇哦！我修车工欸。他扳手。机师那么多。好好。哦，你是说机师吗？对啊。都这么晚才上班哦？没有吧，看状况。哦，是不能分心啊，不然方向盘会偏。有一点，我还在练习中。好好好。是怎样？是爆炸地震吗？很近欸。刚刚那边吗？你要不要去车库看一下？直走右转。对啊，前面直走右转哦。好，这个路口右转。
对啊，对啊，对啊，这两台车撞在一起。哎！你要不要上车？是他们吗？妈，幸好我闪得快，真的。会不会开车？是谁啊？他不会开车，署长。操嘞！署长要一起来吗？一起来。我要去哪里？车库。署长来啊！啊！刚是。刚刚你们有地震吗？有车撞到吗？刚刚有一台公车啊！哇！而且哪里？跟着线走，跟着线走，跟着线走。但有玩过大怒神之类的、啊？哇，车飞起来了！什么叫大怒神呢、啊？反正玩过激烈的游乐设施吗？还好、欸。好。你可以常来玩。你怎么开的这么安全啊？刚刚的你呢？没有，署长在，好好开。这里吗？对。前面怎么好像车祸？过头了，过头了，过头了，过头了。好好好，不对啊，我那台车只能载两个、欸，载一个，那你在这边吧，没关系啊，我可以开这台车哟。好啊，你开他的车啊，这台是借来的啦，因为我刚在高速公路上。没关系啊，署长，署长，看到通融一下，高速公路上没有计程车。放心，那个人没事，他跑走而已。来这里干嘛？没有啊，我怕署长。没事，赶快等你。我现在是下班了。哦，我在隔壁啦。哦，第二次，3000块。我的车咧，没在这里，就是在车库啊。不是啊，我的车上次都在这边拿的欸。啊？对啊。你的什么车？医疗车。医疗车，对啊，可是没，如果在这里没有，就代表还在医疗车库啊。哇，我多付了3000块。没关系，小钱小钱。要标一下吗？那帮我标一下。好了好了，我先标你去车库啦，我等一下走回去。不会骂女生吧？会啊，会骂啦。哦，我有单了，那我等一下回去哦。好，那我们先去，等等你再来哟。还是你们有人要去？好像剩我跟你，哇，前面翻车哎！好，那我去好了，好不好？好好好，我刚被冲走。不会不会，他爬出来，他是不是没穿裤子啊？我看错吗？有啦，啊、咖啡色的啦，卡其色的啦，比较贴近皮肤。好好好。啊，你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台车上，但是没关系，我们美女，署长，你要去哪啦？你们要去哪啦？带你出去玩啊，看夜景。可是现在是早上哎、欸。啊，有啊。我怎么看不到拉汉啊？我也看不到哎、欸。拉汉你在哪里？我也看不到。你下车，你下车。拉汉，他在后面，他车好像，哦。没看到车。
阿公老二切了没有啦？还没切啦。啊，虽然依着父母心，可是他一直这样子，觉得真的不好啊。而且有痔疮的人，哪能这样子跑来跑去、跳来跳去？是吧？哦，在。先买了10000块的酒哦，你还没来之前，我跟拉拉买了10000块的酒哦，贵哦，繁星的老，我的老阿公啦，该买一台摩托车哎、欸，这样就可以载小兔子。是看得到我的人的吧？哎、欸啊，没有没有，你一上车你就变隐形了。对，一直都看得到你的人。所有吗？那我上我车看看、啊。没有没有，他是他的车有问题。哎、欸，书上，这样我才知道 S O D 是真的哟。我还在吗？靠北，你要真的看 S O D 吗？我还在吗？有啊有 啊, 啊，车的问题。我把车领出来看。S O D。现身 S O D， 先进去啊！现身 S O D， 现身，看到吗？有，看得到，有了，看得到了，看得到。哦，那应该就，没事。要不要去里面修车？不，我已经领出来，还修什么车？哦，那个，哦，可以帮我包扎一下吗？啊，还有白花5000块。好贵哦！我刚刚被坏到三十，老汉还有腐女打。别说了，刚刚腐女一直被载走啊，在后面追着跑啊。对啊，刚刚市民一直把我载走，绑架，还敢乱偷车啊？我们借车，借你妹了！我也不愿意哦。刚刚计程车没有理我们啊。哦，学长，你们一定要替我说话、啊。兄弟，不要收走我的车，我很喜欢他，我现在开着他去救人。好，我就不赞同这个做法。可是，哎、欸，我今天。真的觉得蓝宝坚你应该要找我工商的，这车真的不够好，这车真的是爬山墙哎、欸，是不是要发2名证了？今天你们的司机、欸，哦，看我真的，我觉得我太适合了，我去找我去统计一下，谢谢学长们，看有没有人发2名证，要靠你们了。2名证是怎样？今天不是有3难。现在没零钱，我领4万多、啊，我只有修车包卖18000，我其他都修车的。署长讲到这个，啊，我昨天捡到警车、欸，哎、okay ，那我有什么？你怎么捡到警车？谢谢学长。什么叫捡到警车、啊？你要被关吧？你想被关是不是？来，我跟你讲，昨天很多证人，啊，昨天局长、小七副局长、胖哥哥副局长都在现场哟。嗯，我先去待命一下，没人我再回来一下。然后。哦，我就在路上真的捡到一台警车啊，然后是小捡到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就停在路中间，我就捡到了。靠北，然后你回去处理一下事情。那是海啸的吧？这样呢？那不管海啸不海啸，我还是捡到嘛，怕有人拿去做犯罪。欸、嗯，哎、欸，谁在 A？ 干嘛？他跌倒了。哎、欸，干嘛？我们看到干嘛？变态！好、哦欸，起来了。哎呦，哎、欸，是平行时空是？对。对啊，我看变态还好好的，好好的、啊。我刚看他躺在地上不动，我想说他是不是跌死了？哎、欸，怎么了？你们想我？想你？哎、欸，老汉，我不想爸爸。你哦，不是这样讲话。你在把我们员工哦？没有啦，你今天刚入城吗？对啊，差不多吧。哦，那就没事了。我要找今天入城很久的人，问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哦，那今天入城的晚了，那一入城就跑去救人。为什么？义乌那边应该蛮多。我也是。欸、大炮也是刚醒没多久、哦。没有啦，刚才就是他们三难前呐、啊。他是跟着我一起去救人，还卡在山上。啊、救人救到我自己也被困受困啊。对啊，可怜呢、欸。他大炮也应该发一下2名证。真的真的。欸，那可以告诉我当下出现什么事情吗？我听说我们那个局长很糟、欸，
我也想听欸，我其实也不知道经过。局长怎么样？就是我们局长不是说开了直升去过去啊，发生什么事？哦，他应该是找不到地方降落吧，因为那个地方是就是非常倾斜的山，没有地方可以让他降落啦。对啊，所以应该可能没载到什么人吧。在搞笑。对啊，简单讲就是那个啦，那个阿明啊，阿明要自杀，跑到山上去，就大家去救他，搜索，就大家也都摔死。没有啊，我没有啊。然后我跟老汉听到，我们就赶快赶过去，然后看到山谷有我的员工，我就跳下去抱着他 啊，结果跳不上来，我就受困了。原来是这样子。依躺在那边呢。然后大概五个人倒在那里吧，我想。哇，今天三难到底倒了多少人啊？对啊，倒了哪些人啊？哦，一开始原本好像是那个西德啊，一倒，然后西德也倒，先阿明倒，然后套套也倒，然后后来院长过去，院长好像也倒了，因为他直升机坠毁了，开直升机，小五也倒，然后阿花也倒，所以全部医护局的都倒了，哦、对，没有，没有，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今天署长也倒，署长今天也倒了一次哟。没有在山上啊，太夸张了吧？是那个阿玲姑娘，就大家都倒在地上，只有她一个人屹立不摇。结果阿米没事哦。有啊。哦，他刚刚已经被救回来了啦，啊，现在在休息了啦。怕变成植物人啊？那是谁救的啊？救的人也太猛了。他们救的啦，啊，但是我动不到的。还有那个小光啦，小光救了好蛮多个的，他那个跑车蛮坚固的。那今天应该有颁发两名证的，属于是四级最多的，可能都搬一搬。可以啊，要跟市长合照。小光或是田小姐吧，田小姐好像也是开着大牛上去的样子。哇，光大概救了三四个吧。哇，这样很棒哎，那么多市民愿意跟为了救人去付出自己的那个性命呢。我看大家都出动了啦，不错啦。杨明正有奖金吗？应该会有。有吧，有啦有啦，这肯定会有的。对，先去统计一下几位是真正有在做事的，先休息再看一下。好啊，好，晚安，晚安呢，晚安，拜拜，晚安，拜拜。啊，那当下有人拖后腿吗？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那些状况啊，我只知道今天有发生山难啊。再去跟政府的官员讨论一下。哇哇哇，连西西都出动了、欸，西西也去救了，真假？對啊、我打电话给他，他也过去了。哇，真是鬼岛一条心呢、欸！怎么我不知道你们在山上，我只知道在缆车，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最高的那一座山啊，然后我们就直接在医护局等，结果当了一整天的看护工。很好啊。每个人都说：“哎、欸，小猫，你帮我顾一下这一床。”小猫，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没办法、哦，帮我看一下他在干嘛。不是，就跟你讲说，救人的医护三个已经倒在山上了，我赶快冲去救啊！我想说。我想说，不知道你们在干嘛，我就一整天就帮你们雇人。啊，你就顺便做嘛。好啦，那有没有打工费啊，小心肝？哇，你还没给我钱呢、欸。啊？嗯，什么钱？嗯哼。嗯。然后再去看夜景。啊？没有啦，因为他们刚刚找我去看夜景。哦，你不是要急诊吗？没有啊，我说如果有急诊的话，我要先回去啊，病人优先啊。啊，那现在换人说故事吗？对啊。所以这件事还有别件事吗？啊，署长，你讲你的故事啊，也很精彩耶。我有什么故事？你怎么一直在欺负署长啊？我那欺负署长？我只知道我以前。当蔡警的时候倒了很多次啊，就是变身经百战啊，所以才会升成署长。哦，那请问小姑要怎么样升为署长啊？看他现在表现来看，应该
要被降职了吗？不好说，不好说是不是？有人绑架，就是警察能不能再那个啊，再亲切一点啊？欸、很多很亲切的警员了、欸，哎、欸，我最亲切的、欸，这边我还以为这边是什么？阿福，你说你亲切？对呀、啊，最亲切就我了。托儿院是不是啊？每天就说嗨，你好，你超速了哦，不要再犯了哦。好哦，拜拜。当然不用这样哦，当然是不用这样哦。我都罚的超级轻的，都在署长背后这样罚的。哎、欸，阿福不错了啦。上次我撞坏一个电线杆，他说没事没事，他讲一下而已，没有罚钱。没有啦，阿福有时候亲切，有时候扰民啊，不是哦，就很多人围在一起，然后我不过来也不说，也说不过去吧，然后还有警报哎、欸。我也知道你人好哦，有时候就觉得哦，阿福又来了，然后我就比较尽责嘛，能看到警报都会去呀、啊。啊，警报你要调查哦，你直接收我们身，怪怪的哦。没有啊，这是我们都在抱怨哦。我们接到警报，我们是的确有权收身的、啊。不信你问一下那个署长。就又问我怎么？对啊，就那个啊，我们接到那些枪击警报啊，然后我刚好人在旁边听到声音了嘛、啊，那我是不是有权可以过来收他们身？有啊。对啊。不是啊，那次你说散弹枪就没有人有啊，结果那个有毒的被你抓光了。啊、那个就是可以虽就算虽小啊，就是你就今天这样讲好了。那如果有个毒贩在卖毒，那你刚好从那个警报那边出来，你是没卖的，那我收到你身是不是也要罚？一样啊。当然啊，那个在法定的范围内当然是可以啊。对啊，对啊，那枪也是这样啊。那我被赋予那个人收身的权利，那我收到。除了那把枪以外，还有其他遗禁品也要罚一罚。如果今天那么小心的话，你把那些遗禁品都收藏好好的，我也没办法抓，对不对？你确定在我这里聊这个好吗？抱歉，怎么了吗？没有啦，你没穿制服，你没上班哦。你有穿啊？知道我有穿啊，就是告知他们说我还是有那个讨论那个警察的那个执法的那个问题啊。对啊，对啊，警察对我们说明 OK 啦。对啊，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使用某些权利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啊，这样是不是越权了，或是怎样的？哦，没有越权，没有啦，有些还好，没有啦。以我们市民的视角，就是突然他说有警报过来啊，就要收身，对不对？对啊，以他们角度来看，以他们角度来看，他也不知道我们的警报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啊。对啊，我们立场不一样啊，一定会这样、啊。你要告知说我们这里接到市民投报。对啊，对啊，我每次都这样讲，然后每次都被干掉啊。可是真的啊，接到才会过来，没接到怎么会过来？靠北！不是啊，啊，有人说他身上有枪就会被收走，这样也很奇怪哦、啊。没有啊，要确认说。有没有人看到了？对啊，调查目击证人啊，不会直接收走了。但是因为当下他们是说那个啊，都没人看到嘛，那嫌疑就很大，就是所有人的嫌疑都有啊。之前我看那个另外一个署长他处理的时候，就是如果没人看到的话，他就是所有人都收身啊。对啊，肯定全部人收身啊，那枪会被收走，就是看自己啊。对啊，对啊。对啦，枪收走这个可以再讨论一下啦，这样大家都枪都被收走也不行。没有、啊，希望配合啊！如果你没配合，那大家都不知道。不是啊，有些人是无辜的啊，你要考虑到无辜的人哦。我只是在这附近啊，结果哎、欸、啊，我的枪就要被收走，所以就是冤枉哦。如果不想要这样的话，你必须要配合警方把那个真的有拿出来开枪的告出来。是啊，有些人是真的没看到啊。真的啊，对啊。哦、因为那次是真的我只看到那个老汪在玩灭火器。
啊，对了，这件事情也要确认一下，就是有些时候你在一个看不到他的地方，他用灭火器会显示到有一些很巨型的武器的声音，很奇怪。对啊，没有吧？没有吗？灭火器就只长这声音啊！我开眼，你看，没有，要离有点距离，就像是你上次开的那台音响车。你只要稍微远一点，它就会变成警铃声。我现在身上有刚买的灭火器啦，因为我今天死掉。我灭火器无限的，你等一下。那我要开枪咯。这是枪吗？因为他那天我们在医院在玩这个的时候，阿福冲进来说有收到警报啊。对。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有时候会这样。哎，我的喷不出来哎。你只能喷一次哈。你怎么喷不出来？没警报。喷一次啦。哦。那我要怎么把有啊有啊，现在有警报，现在有警报，真的哦，你那没大声不是吗？真的有，我先离开一下，我先离开一下，好好好，找不到他无线，要很远，又很远的时候才会听到，你先停一下，我离开了以后你再那个，你不要去喷我，你喷不停欸，一直喷一直爽欸，对啊，一直喷一直爽，他不能一直补欸，不然好想一直玩哦，他只能喷一次。你们在干啥？我们在玩灭火器。请你吃灰。你们洗灭火器也会害死。错阿公。安安。干啥？署长是不是在欺负那个阿公啊？拍照，我要报警。灭火器而已。没声音呢。没声音啊？对啊，那就不是灭火器啊。那就报警，我要报警。啊！可是那天是真的没有散弹枪啊，我也没听到、啊。对啊，我是听到有散弹枪的，我行车记录器也录起来。我要报警，听到有人拿灭火器喷我。我要报警。这个是署长哎。对啊，他拿灭火器喷我啊。然后嘞，你要怎么处理呀、啊？我只是想跟你吸一下啦。署长再上去可能要找总统了啦。没有啊，那个。署长拿的东西是氧气筒哦，他在喷你氧气啊！你放屁啊！他刚刚都说灭火器了，没有那个氧气筒比较像灭火器哦。对啊，他只是外形很像而已、啊。我给你呼吸新鲜空气啊！洗你尿，你自己洗啊！对，这东西好麻烦哦，每次接到这种警报，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去。尤其是我们警察不是每一段时间都有事做，有很大部分的时间都很闲，然后突然就一堆警报，类似这样的。不知道啊，我的车停不进去，他收了我的钱。哦，你应该是存进去了，你去看那里。对对对，应该是存进去了。看车库里面。我把你丢进水里，如果存进去，我就可以丢进水里。会不会是复制车？没有，这个比较多人的东西会弄到有时。啊，有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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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他丢进水里啊！哎，金兵在上车了。他是不是想？他想游泳。跟他聊过。变态，你是不是想要游泳啊？六点还要上课。木游，木游。他都说要丢进水里去了，你还上车？编好了。那个我灵骨。我啊。小龟过去就没回来了、欸，是有人在跑山哦。他在驻点吗？应该是啊，他说他想去赚个钱，我去看看好了。可以啊。我发现最近医护局跟我们的人数差好多、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还撵过去？你还？发生什么事情？大炮人，大炮人，大炮人，大炮，出事了！他怎么在那里？对，哇，穿越时空了！大卫魔术哦，你会变魔术？你是在变魔术？我为什么会喷出去？你喷那么远？谁撞我？谁？对不起啊，老板，我帮你呼呼好不好？哎呀，又是你，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你以后开车小心一点好不好？没有，我刚领车，你跟我车重叠了。哦，对不起啦。不，每次都看你的车
那个差点就去听秘密了。对不起。老王，你是哎、欸、不是你是大炮嘛，所以被飞走合理啊。哎、欸，好像是哎、欸，不是这样讲的啦，我不是那个炮弹，我是那个，不是啊，你炮管的那个，你 Twitter 不 是炮不是弹，那个 cannon 就是那个炮弹的、啊，没有加农炮哦，加农炮不一定是，啊，小心啊，我有事找你啊，局长他。睡觉了吗？应该是吧，是下班了啦。你上车？那知道。怎么你要找局长干嘛？刚刚伟帅要挡着我。说车库吗？不是啊，医院的时候啊。哦，人家病人已经快不行了、啊。什么快不行？他不是。我看他好好的呀、啊，他哭得那么大声，对吧、啊？人家已经精神上快不行了。他那么大，那你有没有跟我说？我以为你懂啊，都活这么老了，我怎么会动呢？你是医生啊，你我肯定想医生吧。哦，那天我就动手术，小夫就一直叫我动刀啊，我快受不了啦。啥意思啊？我那天在动一个手术，啊，小夫在旁边吃，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叫他动刀，他也不动刀。你就叫他闭嘴就好了，你就叫他下去领8500就好了。有啊，我叫他闭嘴啊。到底你医生还是我医生啊？啊，对啊，所以你要跟我讲清楚、哦啊，我不知道那个医现在状况到底是咋的啦。哦，哎，这边是干嘛？那啊，他们在排队呗。哦，没事啦，没事啦。那个拉汉说他片段记忆是啥意思啊？就是。他只记得一些些关键的记忆啊，比如人名啊、地点啊，什么东西。啊，所以就是他现在很好操控的意思、啊。不是操控啦、啊，他现在只记得某些东西，所以他会相信那个某些东西的。就比如说，他说他只记得淘淘。啊，这样子。啊，然后就是那你知道他现在到底记得啥吗？没有欸。因为我只是刚刚想说带他出去走走散散心，也没有听到他讲什么。哦，那你是把我挡住干啥？他刚刚不是一直求着要找我吗？他奶奶的，有吗？有啊，他在里面，他坐在轮椅一直叫我。有吗？有啊，他有的话我就不会阻止你啦。嘘嘘嘘嘘，你没有听到啊？不是叫套套吗？什么套套啊？不是，我听到是套套哎、欸。放屁啊！他说叔叔 啊，是这样、哦。好啦，下次听到就不拦你了。他奶奶的，跟你说、啊，在这个岛上敢拦我的没有几个人啊。哎呀，我公事公办啊，没办法、啊。我要替奶奶 我要替客人，不是客人，这件事我肯定会跟老祥说的呀。好好好，自求多福啊。好。看在你救过那么多次的份上，我就只跟老祥说，我也不做其他的。好啦，你也不用想太多啦。阿公，我也认真跟你讲一件事情啊。啥？啊，你痔疮真的不要太过激烈运动啊，这样会好不了啊。然后水要多喝啊，蔬果要多吃啊。我是抱着、对啦，关心你身体在近一年。我痔疮好多了呀。好好好好好。啊，你也对啊，像这样子一直很痛啊，因为这是谁在开车啊？其实我也得过，所以我懂那种多痛啊。我们同甘共苦啊，对啊，同样一个同是天涯痔疮人，所以我才会一直很担心你的痔疮啊，也愿意帮你塞 啊，对啊。哦，谢谢你啊。啊，不会不会。你也不要下车啊。我在等你，让我下车啊。好好好，我那时候考虑了很久。嗯，好啦，阿公拜拜。这台是刚出那一台吗？不是，这是我这昨天买的。我来哦，如果你在忙的话。坐等再一个人。好，谢谢谢谢。啊，先回去换衣服啊，刚还笑了。对啊。
那我的聊天室不见了。哦，我以为我要被绑走了，因为我的角色不知道他是黑帮的啊。他想说他要把我带去哪里，然后嘿，他想要放话威胁我，我好怕。欸，不对啊，我也不用怕啊，我医生啊，不对，我现在真是公事公办啊。我跟你有关，现在是公事公办啊，所以他威胁我没有用啊，就请警察啊。我说现在病人状况不稳定啊，他一直这样刺激的话，我的病不会是在跑山吧？我以后应该要先看地图的，这样直接冲过去，想说。哎，听我解释，他刚刚飘起来，你知道车子在飞起来是不能转弯的吧？哇，正在跑山哎！哇！我之后还是改开那个好了，大台的那一台。这真的是不是我愿意的？兄弟，撑住啊！哦。那个市民刚刚才在聊你耶，妈的嘞！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啊！妈的，我等一下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去啊！有个市民他妈直接撞我，肇事逃逸啦！你还记得长相、车牌、车型、车颜色吗？不记得了啦，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哦，好，那等下车留在这边跟我走。觉得你状况不稳定。好，我先把那个车存一下，锁一下。好好好。哎，现在。现在的市民都这样哦。你帮我修一下，因为刚刚我也被市民撞，我等一下再开我单，我再给你。哎，对啊，怎么会这样？昨天也是来救你们的人很多次啊，光是小光那一次一直救一直撞。不是啦，我都骑得好好的。不要骑摩托车啦，太危险了啦。啊，摩托车没保障啊，还是你要开？不对，我开我开。哦，让我开。不行，病人现在我会怕，要不要突然脑震荡昏过去？安全带啊，顶多一起开下山而已。走走走，快没人啦。哦，差一点就可以买车了啦。怎么说？我差多少？存300了啊。你要买特斯拉哦？没有啦，特斯拉他们政府说，那个以后还会再把它回收回去什么的。哦，那你要买什么车啊？感觉只能买大牛啦。买啦。第二台还差一点啊，还差一点，差多少？大牛不是380吗？我没研究车子哎，我都觉得够用就好哎。没有啦，要跑山用的啊。哦。现在就
300了，剩那些后面的零头。好，所以你刚刚就在这边赚钱啊？没有啦，今天没人跑山，才一台。刚才车库就在聊你啊。聊我干嘛？想说怎么人不见啦、啊？说是不是那边定点坐车啊？没有啦，小龟在陪克隆比跑山哦。可以坐早上的啊，今天早上很缺、欸。不要，太累了。对啊，小朋友才早上起床。早上起床很好啊。我现在就缺人手、哦，缺员工。这个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放移民。今天有试着啊，可是车太多了。休息了。好的，好的。那你等一下叫计程车载你上去吗？我没差啦，我骑个破车上去啊，破车就不要了。他、爸，你怎么住院了？没有啦，被市民撞啦，很凶狠欸。最近市民开车越来越扯嘞、欸，直接撸过来，直接把我撞翻欸。好啦好啦，你很辛苦啊，我先忙啦。撞了就走欸，也不停的、欸。你早上出院啦。好啦，拜拜。好，没有人。好啦，看你没有伤到头部啊，安全帽保护得很好，那就只有小腿擦伤而已。哦，对啦，反正我知道的是蛋蛋都还在啦，不用怕，不用怕，现在真的没有蛋蛋手术了、啊，不用紧张。没有啦，我一躺上病床，我就要先说我的蛋蛋还在啊，不用怕、啊，不然会出事。蛋蛋的话要去隔壁间才会看啊。好啦，简单包扎完了，这样600块。那、啊、你等一下开你的单给我。刚刚的、哦，感谢。对啊，不用啦，你去救我，我还开你单。没办法，一定要啦，公事公办嘛，你要赚钱啊。不用啦。开一下啦。不用啦，你救我，我就不开单了啦。好，那等一下再救到的话就开哦，一定要开哦。哎呦，救我还开你单，这个什么人会做这种事？没有啊，对，不行这样啦，没有啦，就公事公办嘛，公事公办还是要讲情理哦。是啦，但是我也同情你的现在状况啊。我现在不会啦。好啦好啦，那你等一下自己小心哦。还是要叫龙鼻载你啊？他刚回来。不用啦，我用走的就可以走去车库了。好，我载你啊，我刚也要去车库啊。哦，好啊，走啊。哦，系好了哈。有有有。你要到哪里？哎啊！哇，好亮！可以吗？救过一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为什么阿明要去啊？为什么都在玩脚踏车？啊，踏车政府、啊欸、我怎么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啊？你说浮空了？我不知道。你文艺社啊？想买哦。阿明现在在甲虎兵房里面，对吧、啊？要躺个几天啊？这个要看他什么时候清醒哎、欸。
那干嘛了？至少要先躺上清醒回。三难的关系哦。对啊，他从山上甩下来的。对吧、啊？你这样也可以，你是连脚踏车都不能开，太夸张了吧？有没有滑板啊？这台怪怪的，好特别的铃呀！我讲干话，我骑这台看看，一样吧？一样，不然你们骑那台看看，它有特别的铃呀？你是说你放开手，它会自己往前，对不对？对啊。正常啊，我这台就不会。脚踏车会啊，你只要启动了它就会。我昨天那台不会啊，昨天那台不会。小心，我觉得这个刃，我是不是要带回家治疗啊？有研究杂志啊，它的打闹可能可以打开来看一下。他是不是在原地骑啊？他干嘛？对啊，他在原地耶。我觉得他对轨道医疗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那个打闹，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奇怪现象，灵异现象、啊。你是外星人啊？他其实人不在这里。其实你是外星人吧？哎，飞好高、哦！哎呦，我的耳朵从我旁边削过去了。飞，你还敢飞车啊？哎，你是不是真的要进医院啊，阿福？你要吃罚单啊？哎，阿福，你是不是要进医院？飞车、欸？哎，啊，不用啊。没事啊，没有我。阿公，你怎么跳起来怪怪的？我刚刚削到耳朵的话，你就要陪我进医院了。没有啦，哎、欸，阿福开阿罚单啊，他飞车哎、欸，这个可以开哦、喔。不行啊，开快车，然后就这样飞，在危害市民安全啊，靠背。我还以为这种就在劝导就好嘞、欸。又在摇钱。阿爸刚刚从哪一个角度飞过来啊？那边啊，那边啊。小心肝，我腿断了。你腿断了？你刚撵我。哎、欸，我看你站得好好的，等一下哦。你屁股跌下去，你腿就断了。你，我要带你回去吗？紫狐做的是不是啊？不用啦，小擦伤。要他，你是撞到，你是撞到头了，要不要去看一下啊？小擦伤啦。哎、欸，你看他的头好像不太对劲啊。阿公怎么一直想要凹人进医院呢、啊？阿公真的很靠背。啥？你说啥？我搞你，我保进来啊！阿富他说我靠背，你很靠背啊！来啊，来搞我啊！还有哪里痛？他公然侮辱啊！你不是开过我吗？他公然侮辱、啊、我这样叫公然侮辱。啊、老头，啊你本来就很靠背啊！你鞋擦傻了哈！靠背。哎呦哎呦！没事没事。哎、欸，我忘记怎么爬墙了哎、欸。算了，还是不要好了。哦，回去再练练看好了。哎、欸，这不是腐女吗？对啊。你们在骑脚踏车啊？在教他骑、啊。其实我也不会骑、欸。你要不要试试看？这台是我的。好啊。小心肝，你有觉得昨天那台比较好骑啊？就是差，你说你昨天被架走的那一台吗？对啊，样吧，不是就橘色这一台吗？所以那台不会自动骑耶、欸。没有啦，就是脚踏车都会这样子啦。你玩过那什么？哎呀，哦，怎么一堆骑机车哎，脚、欸、踏车的？阿公，我开玩笑的啦，你不要那么生气啦。我今天就睡车上了。哎呀、啊，现在大家都没事做、哦。对啊，喜欢马来西亚，那要去跑山，还好哎。来啊，你的警车开出来啊！就在那啦、啊。你敢把警车开来跑山试试看？没有啦。哎，我们今天我刚有去测试过啦、啊，那台不能去跑啊，太快了。有吗？太快了。对，太快了。是你技术不好吗？没有，会影响到后面的人啦、啊，因为他开过去。开过去那个车会记忆躲。你说哪台？就我们的警车啊。我用跨，我用跑过啊。你不要闪灯就好了、啊。只用玛莎跑我们那个单圈3分20秒呢、欸，超快的。哦，主场赛车，你还说你跑过？哦，你不要、哦，没有啊，罪犯人啊，哦、罪犯人啊，那个犯人带着我们过去跑的。哦，是哦。操嘞！我会凹哦。罪犯人哦、啊，我有行车记录器，我只有跑一圈而已，就一圈，啊、他们是不是就试那一圈，我就回来了。
我刚撞了车三分三分十五啊！警察技术很腐败哎，有没有修车工啊？有啊，有啊，有啊，帮帮修个，还我阿公，还我阿公18%，他军工。腐女，腐女。嗯，这个谁叫我？这个这台要修。哦，好啊，谁要修？我先开单。你吗？哇哇，还活着啊！出病啊？你啊？好，晚安哦。哦，我等你火化，火化之后泡成汤喝啊，哎、每天当药炖药喝啊。哦，你阿公，你都你有没有去买福地了没？我已经帮他买好桃菜了，送他去吃。一个地阿比做酸，那个瓮、那个滚菜全部包在一起、啊。哎、欸，改天要找我们消一下业障啊！你这个口业哦。对啊，我觉得他需要祈福啊，他是不是被恶令缠顺了？你们怎么这样？你们怎么这样互骂啦？对啊，阿公就很讲这么难听，对不对？阿公讲话最难听啊，每次一开嘴就讲一堆怪怪的东西。阿公乱语啊！阿公啊，阿公学学扣烹饪啊！阿公阿公啊啊阿公，你喜不喜欢喝大骨汤啊啊啊？把你的骨头磨成粉啊，火化之后磨成粉做大骨汤啊啊！啊，我喜欢喝猪脑汤啊！你的脑要不要给我拿来炖汤啊？来，啊，好不好啊？交朋友哎。至少你们吵起来是没有骂脏字的。可是最近有几个就很喜欢学小孩子吵嘴哦。八七五十七，八八多少？八七六九。啥啥？六四开坦克。痛啊！小一点都几号了？八九一十七。啊？啊？啊？八九，他说八加九等于十七的，八加九等于一七。八加九等于一七啊！黑了黑了。谁啦？这里谁有谁是八加九？出来供啦！谁啊？出来啊！那个人八加九，你啦？谁啊？八加九？阿公讲阿公是八加九。谁啊？你讲给你。你不要含蟹烹饪啊！我是八加九啦。屁啦！谁啊？八加九，我最怕八加九。什么东西？谁说谁是八加九出来？我啊！来来来！你有啦，你这八加九在这里啦，坐在这台车里面这一个啦。你是星级五啊？谁八九？没礼貌啊！真的是，我啦，这才八九哦，数值有够低的，真的，每次都吃槟榔都。我好像刚才听到你喷粗话哦，有输过没赢过，真的哎。我八加九，真的是哦，水准真低啊。我十七啊，我十七。哎，小鬼，等我去买个当武士啊。哪里有卖？帮我妈的，不要理这些八加九嘞，快点，我们去找一下警站来气。我有，我借你，我借你，我有，我进站借你。阿公，真的有。谁要阿达拉一组一组？你这边一人一颗啦。进站一颗。哎，为什么进站是绿色的啦？来了啊！我本来要用粉红色。这勾勾鲁是不是啊？站在上面不好看。进站呐，这是鬼岛最像进站的啦，已经没有更像的了。小鬼子，我们九团去隔线，我们不要立人去拔家救了。为什么阿公出来灵车都有音乐啊？我不知道，哎、欸，好可爱哦。这个车叫什么车啊？就摩托车啊。没看过啊。进站神代啊。你路上会被乱扒、啊，扒了然后给人请去吃庆记，然后做成小波块，开进第一排。哎呦，好会哦！我们台中肉粽每做一个都要死一个人的，你傻傻的。啊，这是自舍的台肉、啊，要不然你要包水饺是不是？包水饺又是什么？这个我没听过、欸。彪哥的水饺最好吃的啦！彪哥的水饺，啥子人都不知道。水饺就是要有加盐呐、啊，盐加进去，盐加水饺啦。这个水要海水，你傻傻的。彪哥水饺真的在。哎，好吃啊！哎，阿公，啊，槟榔都槟榔哪里卖啊？我早知道，你后面那个红色衣服的有没有在卖啊？没有，
有没有100两粒？哎，小姑娘，小姑娘，哎，小姑娘，阿公有卖啦，阿公100两粒啦。我可是我有三粒耶。那你算嘞？一半能聊。我真的有三粒啊。有没有买槟榔啊？我没卖。他肯定在评论，他一脸就是有。阿公也想讲什么？傻傻的，他那衣服脱出来就会弹出来了，小心点。哇！加厚。我去买一台玩，先把这台停回去。